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今天接着了看别名业用周边第五首啊，第五首偈啊，或现童男童女性，天龙以及阿修罗，乃至摩诃罗伽等，随其所要悉令见。前面讲这个佛寺三乘啊，这一段是把前面所说没有说到的全都包括了啊，那就是无量无边身呐，啊，前面也给诸位报告过，啊，正式说明化身菩萨，啊，这个大乘教里面常讲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化身。那么就是《华严经》的这个地方所说的初住菩萨啊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实性，实性再往上面提一个阶层，就是初住啊，就是破一片无明了。这一品无明破了之后，我们一般讲呢就成佛了啊，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神通智慧道力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，他有能力现佛身啊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，佛身都能现了，那还有什么身不能现的？那这个地位是不是就是圆满呢？可以说是圆满啊，在事上讲圆满，在理上讲呢也是圆满。那为什么上面呢还有阶级呢啊？这个要知道，向上的阶级是因为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啊，无明习气很难断啊，不像这个分别执着，分别执着容易断啊，无明习气难断，一定要长时间啊，它自自然然断了，这一点功夫都不能用啊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世尊在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说的无功用道啊，我们现在是可以用功啊，
那个时候就不能用功了。为什么？你说用功要不要起心动念？要啊，起心动念就是无明啊。那起心动念是增长无明，所以设法界里面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啊。这个诸位要晓得，一真法界里面只有无明习气，还有那现行是决定没有，分别执着不但现行没有，习气也没有，所以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是自心性德本来具有的，不是学来的啊。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了啊。感应道教，经上比喻作海潮音啊。海潮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住在海边上的人知道，涨潮落潮有一定的时候啊，这个讲讲很有信用啊。啊，决定不会有错误啊，没有差错的，叫海潮啊。可是现在这海潮又有问题了啊，这是最近这个几年。那么在中国，我们讲到潮，很多人都会想到钱塘江啊，啊，钱塘潮，这个是历史上有名的啊。这个潮水来的时候非常壮观啊，自古以来看这个潮水的人太多了，留下来记载的文字啊，诗词歌赋非常丰富啊。啊，我也很想去看看，没看过啊。哎，前年想去看呢，听说潮水没有。这什么原因？这个地球啊，生病了，所以这个潮水不按时间来了，啊，地球生病了，啊，那么这就讲什么？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，啊，为什么会被破坏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，破坏地球这个生态的是染浊啊。原本释迦牟尼佛就说我们这个地球上叫无浊卧室啊。现在这个世尊讲五浊，这是3000年前啊，
在中国人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灭度今年是3034年啊。那么外国人他们记载的啊，今年是2551年啊，这个我们不要去研究它，差距很大了啊。那么总而言之，世尊在2500多年以前就说这个世界浊卧，现在是浊卧到极处了啊。佛经里面常说境随心转，境是环境啊，外面的环境啊常常在变。为什么会变呢？随着人心在变，人心要清净，外面境界就是清净世界，人心善良，外面的境界美不胜收啊，真的是风调雨顺啊。那人心不善，外面环境就变得很恶劣，人心不清净，环境就浊恶啊。现在科学还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啊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发现，少数啊，可是世间人他不相信啊，啊，认为这个是大自然的，不是人为的，与我人这个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不相干，这个看法，这种知见是严重的错误啊！那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一切法包括我们所说的世间跟出世间啊。华严尤其说得好啊，宇宙生命的来源，万事万物从哪来的啊？华严给我们讲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那心就是自性本性，心现识变，识是什么呢？识就是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识啊，心性，或者在经上讲称为真性，妄想分别执着称之为妄性，真妄不二啊，这个理就很深了啊。真心能现，妄心能变啊，所以分别执着要是善的，这个世间
就是天堂。分别执着是不善的，这个地方就是三途啊。啊，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啊，冷静细心呢去观察。也不要看得很远，我们看看二三百年，这比较近啊。二三百年大概是清朝，乾隆嘉庆的时代，你再看两百年，再看一百年，再看五十年，你就会深深地感触到一代不如一代啊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清朝在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在中国历史上也都能称得上鼎盛之期。那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大国啊。那么中国古人常讲啊，盛极必衰啊。那衰到极处呢，也应该再盛呢，它这是循环的啊，盛衰是循环的啊，这个里头有大道理在啊。人在极盛的时候、享受的时候，容易堕落；在苦难的时候，容易发愤。啊，那我们今天是摔到基础了，有没有看到发愤图强的呢？有，不能说没有。真正修行，真正做学问啊，衰是慢慢的衰，兴旺还是慢慢的兴旺啊。真正能够有几个人？有十几个人法大心，立大愿，传承古圣先贤的绝学，那么就慢慢的，这个道统就又会兴旺起来。一般人呢，看到现前的状况都感到灰心。我在年轻的时候信心也不足啊，能兴得起来吗？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张安嘉大师，世尊的法运一万两千年了啊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
正法一千年过去啊，佛法传到中国来是相法啊，那个一千年过去相法的初期，佛法传到中国来啊，那么到唐朝时候就进入到末法了，末法有一万年，那么照中国这个记载说法呢，一万年当中也过了一千年了，后面还有九千年呢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外国人讲世界末日啊，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啊，佛法讲法运还有九千年，怎么会世界有末日啊？老师笑着告诉我，九千年有兴有衰啊，有高潮的时候，有低落的时候。那我们现在在往下降着低落的时候啊，将来怎么？将来一定还会起来。这他告诉我。所以修学不能灰心呐，尤其是菩萨道啊！啊，在这个世间，人心失去了伦理道德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之衰，环境的恶劣。啊，所以地球病了，这个自然生态变破坏了，那与人心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这个要知道。五千年前，我们的祖宗教导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遇到困境，遇到灾难，尤其今天是全球性的灾难，怎么办？要知道从自己做起。啊，决定不要去依靠别人，依靠别人肯定是失败的。啊，自己行吗？疑问很多啊。啊，读到《华严经》里面，我们才有一点醒悟啊，为什么呢？佛说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你就要问了，我行吗？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啊，我来发心来帮助这个世界行吗？佛说你本来是佛。那我们想，佛能不能救？佛能。啊，那现在就靠你了。你要做佛，这个世界就有救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你不发心做佛，这个世界就没救。要发心做佛了啊！你本来是佛，你又发心做佛，那怎么会不成就呢？本来是佛是性德，
发心作佛是修德，那个发心作佛从哪里做起啊？从断恶修善做起啊。善恶的标准就是圣人留下来的教诲，你对他要有信心要有坚定，不疑的信念，我一定认真努力去做，自己成就了，你才能感化众生啊！啊，学佛的心，佛怎么用心？学佛的愿，学佛的行，学佛的言。啊，佛的心是什么？大乘教里常讲啊，禅是佛心。戒律是佛身。啊，这个是佛的身，佛的仪表，持戒。教是佛言。啊，这个经教是佛的言语。你要学得像啊！啊，先这上中下三根，上上根人学佛心，心正没有一样不正啊。但是这个很难，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。中下根人呢，先学佛的行为。那就是持戒啊！今天讲持戒，几个人真正能做到啊？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做不到的原因，里面烦恼习气太重，外面呢，这诱惑力量太强。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想持戒，想做好人呢，怎么想都做不到。知道这个病根，啊，就跟大夫治病一样啊，从根救起啊。啊，那我们的内心尽量啊，要克服烦恼习气。改毛病啊！啊，头一个自私自利，要把这桩事情看破。啊，怎么看破呢？人生苦短，世间无常。活在这个世间短短的几十年，活到一百年的人不多啊！四五十岁走的差不多是占一半的，所以古人很感叹地讲啊，人生七十古来稀呀，这句话是唐朝杜甫说的，说的是真话了啊。活到七十岁的人不是多数啊，啊，那么你想想看，这几十年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？
有什么价值？啊，天天没有忘记跟人竞争，竞争到最后呢，真的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啊，佛法给我们讲啊，一场空啊。如果能把这些事实真相看清楚，想通了，我们就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卸掉了，不再干这个傻事了。啊，人生有意义，有价值，那就是提升自己的灵性，提升自己的智慧，提升自己的道德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都知道，人并不是死了，一切就了了，不是的。死了下面就是生了。六道轮回，中国自古以来就相信。啊，说实在的话，相信的人多，不相信的人少。啊，那么在西方呢？啊，西方也相信，但相信的人少，不相信的人多。啊，中国的史书，古人的笔记小说记载的太多了啊！啊，那佛经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证得阿罗汉果位之后，啊，那圣人的阿罗汉是小圣。佛菩萨是大圣啊，小圣起心动念呢都不为自己想了啊，自自然然帮助一切众生啊。啊，我们常讲呢，尊重一切众生，爱护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啊，协助一切众生，这个活道有价值，有意义，啊，做得很圆满的，啊，在中国代表的人物孔子。啊，在印度代表的释迦牟尼，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？用教学，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。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，释迦牟尼是职业的教师。啊，那很难得的呢，他是个义务的教师，他教学不收学费。他对学生没有分别，啊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有教无类呀，啊，真的，来者不拒啊。都是那样尽心尽力的教导啊，而教学的时间最长，教了49年了，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，跟我们讲
只要你证得阿罗汉果，这是佛教里面讲成就，小成就。那诸佛如来的是最高的果位，证到小成就啊，这个经上讲的，或现声闻独觉。声闻独觉以下的是天龙八部，人间童男童女是讲人间，摩诃罗伽是讲畜生道，那换一句话说，六道众生呢，你都能够现身为他们说法，就是教导他们。阿罗汉就有能力啊，在六道里头随类现身。那么大乘经教里面有所谓的大阿罗汉，阿罗汉加上一个大字，跟一般阿罗汉都不一样了。大阿罗汉是指谁呢？就是大菩萨了。阿罗汉是梵语，如果照字面的意思来翻呢，翻作无学。阿是中国无的意思，罗汉是学，无学那就是毕业了。你比如你念小学，小学六年级念完了毕业了，小学的课程你无学了。可是小学上面还有中学。阿罗汉是在佛门里面小学毕业。大阿罗汉那是大学的毕业了，无学。那个大学毕业无学是什么位次呢？是十地菩萨，就是发云地的菩萨，称大阿罗汉呐。那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讲的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都是有学，好像在学的学生，在校的学生啊，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。那毕业班的时候就无学了，毕业了就无学了。所以大乘毕业是发云地的菩萨。那上面有等觉。等就是等于佛。比佛还差一点，就是说无明习气还有一品没断。那一品断了呢，那叫妙觉了，究竟圆满的果位。那么在华严里面，佛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。阿罗汉就是放下了执着，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。就成阿罗汉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不再分别了，就是菩萨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了，都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这就是佛，就是究竟圆满。这三大类的烦恼习气，佛教我们放下，放下你本来是佛，没放下你还是佛，就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佛。佛清楚，妄想执着
并没有障碍你的自信，也没有障碍外面的法相，啊，只是一种啊，用现在的话讲，抽象的概念，你被这个抽象概念迷了。在抽象些概念当中养成习惯了，所以很不容易放下，必须要觉悟，要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放下有人很快，有人很慢啊，像慧能大师就很快，一下就放下了啊，所以说立刻就成佛了啊。那么在教下我们有看到啊，啊，学习很多年的啊，再放下啊，逐渐逐渐明白了才肯放下了。那我们今天想放下而放不下，原因在哪里你就知道了，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，了解透彻了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如果说我了解很透彻了还是放不下，这个问题我曾经请教过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回答我还是了解不透彻啊，所以他告诉我佛法的修学知难行易，都相信有道理啊。因为知难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学教49年了，真难呐！啊，放下呢？你像慧能大师那个放下，不太容易了。一放下就是啊，他为什么那么容易放下？他的心比我们清净。换一句话说，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他都能够随遇而安，什么都好妄想分别执着很淡呐，所以听到佛法了他很容易就啊，悟了之后就彻底放下。那么快呀，啊，世尊讲这些道理，慧能大师做样子给我们看啊。世尊苦口婆心的给我们做的示转啊，劝转，就讲三转法轮呢。慧能大师最后给我们做正转，他来做证明，告诉你放下就是。我们今天，哎呀，也清楚也明白了，依旧放不下。张家大师讲，你还是没搞清楚。
我们要承认呐，不承认呢就没救，承认还有救啊？为什么呢？努力研经学教，帮助你看破啊，看破自然就能放下啊，放不下没看破。为什么看不破？那就是自己的习气了，烦恼习气太重啊，现实生活里面经不起诱惑这个是自己的大病啊。知道这个病根，我们自己要懂得防御经不起诱惑，怎么呢？我们就少接触啊！现在这个染污最严重的，无过于电视啊，现在电影啊，歌舞，全是染污。所以佛在戒律里面制定的啊，沙弥戒十条里头就有，不许可你去观听要远离，非常有道理方东美先生曾经告诉我们，现代摧毁伦理道德，摧毁社会，到最后摧毁整个世界，是什么？他老人家毫不思索的啊，没有思考，立刻就答复电视电视这是个科学工具，它是中性的，它没有善恶啊。问题是这些主持节目的人啊，他播出什么东西来给大家看？如果编播出是正面的，那个好啊。端正社会风气啊。如果是负面的，那就破坏社会秩序啊，破坏伦理道德啊。现在这个社会的恶化已经引起许许多多人的注意了啊，知道这个东西对社会啊，这个破坏力太大了啊。昨天今天明天还有一天啊，印尼巴厘岛上啊，现在正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，如何来挽救这个世界啊，挽救的方法就是让这些传媒啊多播一些正面的啊，少播一些负面的啊。这三天会议讨论这个问题，听说有世界上有200多家的媒体参加这次大会，我们希望这次大会能够提醒媒体啊，
不能再破坏了，再破坏这个世界确实走向末日了。这个力量不亚于核武战争，不亚于现在地球上的暖化，啊，是世界末日真正的第一因素啊！啊，很难得了。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前听到方老师忠告我们，我们唯一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不看电视。很多同学知道我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40多年了。那么有人问我，这是法师，有很多这些讯息，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一些同学们，他们好心，遇到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会告诉我。有的时候报纸上剪一小块给我看。所以我也能知道这些讯息。我一看我就明了。那么知道事情很严重怎么办？好好自己修行，反求诸己。到自己真正修行有一定程度的功夫了，它自然就产生了影响。那么这个影响不是自己心里的想求的，心里的有求你就做了，自自然然的。这个就是佛法里讲的正理呀，这个正理是感应。我们修行的好是感，那个众生产生影响那是因，它就起作用。人性本善，把这个本善呢引诱他，把它引诱出来了。佛法里面讲呢，佛性，你修行的很好啊，你把别人的佛性引出来了。他看到你，看到你的仪表，这仪表是佛身嘛，看到你的容貌，那容貌是相随心转嘛，心善貌就善，心慈貌就慈悲，心净貌就清净，相随心转啊。你要知道啊，相随心转，外面环境整个山河大地也随心转，那一切众生怎么会有例外的呢？没有例外啊！当然呢，也随着这个善心、善愿、善念、善行，
生起转变的作用啊。可不能有恶念啊，恶心恶念恶行恶言，那就不得了了，那就毁灭世界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一般人不善，我们努力向善走去，没有任何顾忌啊，不在乎人的批评，不在乎人怎么对我看法啊，只要是善一直走下去啊，坚定的愿力毅力决心啊，自己业障消了，那就是好样子啊！众生的业障啊，天天在累积啊，我们修行人的业障啊，天天在消除啊，怎么会不感动人呢？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休息几分钟。